加入花生粉、豆干、云松、香菜等配料，夜市摊上老板带着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体验包润饼。烧马吉摊商也端出了招牌花生芝麻综合冰，每一口都是浓郁好滋味。台北夜市打牙祭正式开跑，大会是快闪，各夜市自治会长还有市府官员骑上了 U-Bike， 共同倡议环保理念，探索我们的所有的夜市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已经第15年办这个夜市打牙祭的活动，那从今年总有16个夜市加入我们这个活动，大家就可以从这个夜市的地图，配合上刚才局长说的，你先去哪边参访，就去哪个夜市去走走，好不好？九月开始也有夜市十大神美食活动，票选最爱美食，摊商也摩拳擦掌，要争取最神美食的称号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